喜欢出来的啦，他觉得很落寞。今天恭喜，恭喜得大奖。在签专辑。最近好冷啊！香港有那个有人说是番茄炒蛋的衣服很好，很好吃。他说那个黄色的蛋黄跟红色的裤子，番茄炒蛋。快！勇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。就是请问今天有扣签专辑吗？扣签专辑吗？你想当天晚上你走快一点，拿这个钱的。可以啊，这个可以进吗？